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刘念。刘念，你准备好了吗？100%的燃烧自己，冲呀！今天我带来的个人记事，百变出师表。天地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番，一朝疲变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陷于内，纵子之私，亡身于外者，盖追贤弟之失辱失辱欲报之于陛下矣。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庞雪倩，入营后的日子里，我一定全力以赴练习每一项技能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向大家展示不同的我，请期待我的成长吧。我来挑战万丈光芒个人技，我可以刷出超长睫毛哦，大家一起来试试吧。